来最近连几啊天气温拢飙到30多度，体感温度甚至超过40度。伫个彰化有一个43岁泰国一个女子，甲朋友去爬山，无拿雨伞，嘛无戴帽啊，沿路有树荫的所在嘛无多。结果爬完山回去到厝，头开始晕，意识无清楚。上病院的时阵，体温是飙到40度9，昏迷的指数只有3。医生讲，这就是掉沙了，赶紧用冰毯机加降温救命。倒伫个探架顶的是43岁，他阁是小姐，真型真规气，体温达到40度9，心跳每分钟148拍，急性拍喘气，两只手抓着过吊，到病院时已经无意识，昏迷指数剩3。医生诊断伊就是热个掉沙，赶紧用冰毯来降温。过两天人才清醒，不过嘛是有性命危险。它会产生很多器官的伤害。类似有点像是比如说败血症啊，等等，这种会有这种多重器官的损伤。医生讲，这个泰国一小姐可能是全台湾头一件热个掉沙个案。而热个掉沙是因为伊和朋友去南彰化爬山，沿山路无掠鱼的所在，敢若几丛树花通掠鱼。泰国一小姐无夹雨伞，徛伫日头脚晒，等来到厝才开始感觉头晕目暗。觉得头晕有点不舒服的时候，一定要找阴凉处休息。好，千万不可逞强，说哎，还有一小段路啊，我就赶快把它爬上去就结束了。好，其实这时候就是一个很大的警讯了。刚一天，一个做主管回收70多岁阿伯骑铁马出门做工课，第二日头壳嘛是晒到昏倒在地，送到病院时体温39度，嘛是热个掉沙。热天伫个路口做工课人，亲像伫个指挥交通的机构，拢爱特别注意。滴了的呀，就马上喝就对了。除了啉水，麦当啉可乐、沙士、运动饮料，才有糖分、盐分的凉水来补充。上好加食金草，若找到黄的所在，麦加休困，较袂热个着霜。若严重，是可能会报名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